何时教你如何打破包王的龟壳？说说包王防守很好哈、啊，那是他们还没有遇到真正的利刃啊，遇到一把尖刀的时候，啪，的防守可能也就漏洞百出了啊。看吧，特别是何池哈、啊，这种纯进攻流的，还玩起了特瑞，那贼好看了。点战 B 之后出不来，好像是要倒地，再撞过去哈、啊，预判你前冲，再撞预判你乱动，碰就刚把你压在板边。包打何池老是在板边的话，其实不太好啊。你防不住人家的这个矛啊啊，你的盾太薄了呀。抢空，继续压。你点牵制啊。哦，也可以，最后一把堵了，而且堵的还挺准哈、啊，预判很精准。跟这种人玩就没办法了。嗯，厉害就厉害吧哈、啊，你堵招还这么准，怎么搞？这下谨慎一下啊，先别过去。啊啊呀，这跳波我去啊，嗨了吧二哥啊，这跳波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哈，啊直接打晕了啊，带走了。哎，嗯对，电石，这龟壳已经被磨得有点薄了哈。难受啊。好，抓一个。哎呀，什么鬼？这是想压蓝之山哈，格挡的蓝之山没中，出现了一个下跪，直接被反，延迟抓不怕你啊，直接破掉，再一次极限升龙。哎呦妈耶，好疼！我点赞接着看啊，养成好习惯。这场比赛的话，何池是必须用小五强哈、啊，然后霸王用十强开外的一些非主流角色。这种角色的话，霸王应该是有底气的哈、啊。没想到打何池还是打不了。啊，打他大哥吗？好，对空，雷刃拳。好的啊，一个直跳防空过不来。九七有一些招很赖的哈、啊，比如说下吸这种招啊，比如说直跳吸啊，直跳低啊。有一些他的判定好，他打点位置好，你就过不去啊。你会看到，你会玩的话，一般都是跳来跳去的啊。好，下臂点中，直接两点，带入一个雷公拳。好，空投有一套，飞机技巧打前冲哈，再抓一个呆不敢动，逆向正向不好猜。他老二也是如法炮制啊，我也用一个直跳低，也不让你过来。霸王本命英雄上来了啊，龟派牵制流打法能不能牵制得住？牵制不住，哇呀，直接被一个跳低跳入了啊，下臂点中之后带入必杀，继续磨血，哇，又是一个精准跳波，真的优秀哈、啊、要知道包子的波可不好跳呢。想要碎龟壳的哈，可以来学一学。和老二绝对是经典，距离卡得好，跳过又快。啊，这把也是跳过来打中了，再一次连入必杀。哎呀呀呀呀！又吃了雷公拳，吃了几次了呀？我的天哪，疼啊！好，关注修修，不会走丢。